哟，马兄弟，想什么呢？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哎，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哦，住几天啊？哎呦，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也就两三天吧。啊，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好。行，那你先忙啊。哎。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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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没什么，做了个梦。啊，那睡吧。睡吧。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啊，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睡吧。有没有？于太长来了。冯叶生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要在。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对，哼，都是捕帮的兄弟，应该管着。对，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啊，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好，休息吧。啊，于探长慢走。哎，我送你。探长慢走。马兄弟啊，这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好，那睡吧。哎，哎，探长，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先生您慢用。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儿，专门过来查你的吧？应该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也只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嗯，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不知道。自从上次烟行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捕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
班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手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再吃颗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可是我……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行，那我再试试看。哎，这就对了。哦，我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啊。啊，兄弟，账我结过了。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找我有事儿。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怪了，那他为什么把严航的消息告诉我呢？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亲向手枪队？这可能性不大。要不要试探他一下？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好。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清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孙世清？嗯，你认识？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山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说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知道那是你媳妇，我也是。你说了呢？我就是扭不过那个劲儿。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张大器，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置是吧？大哥，你别喝了。不少啊，都我喝的。哎，你怎么来了呀？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行了。什么时候动手？晚上。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行。查出他们当中的中共分子了吧？还没有。要尽快给我查清楚。嗨，下去吧。嗨。好，高根。嗨嘞。帝国駐上海商会が襲撃されました。商会の人は支援を求めています。何？すぐに人集めろ。出発だ。はい。什么人？干嘛的？快滚！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借火？啊！滚！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别出声，我的枪子里可不长眼睛。里边有多少人？我。十几个，讲清点。十三个，学生在哪儿？在地下室。让他开门。敢问新闻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好。起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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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提一个出来。太君，要不改天再审？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汉奸！你跟脸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流氓！你还是个姑娘吧？你想干什么？你们下去。赶紧歇着吧。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来大哥。你们歇着去吧。相对，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你个姥姥！是吧？好，起来。小心！哎，快！哎呀！哎呀！老实点！哎，多好了！等一下，大哥，今天我们不想多杀人，速度把学生放出来。放！钥匙呢？在我这儿。快点！都记住了，以后谁要是再帮日本人做事儿，这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哎，记住了，是。别害怕，我们守相对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真是守相对的？那还能影响？来，赶紧扶他起来，快！なんだって割れただと野田氏が。はい。野田氏ゴミクズ。
なんだ。北野君、私だ。先生、先生、孫守信が小ちゃん隊に連れ去られました。先ほど報告を見て、それを知ったのだ。艦長の紹介をしてもらい、大竹理事、イギリス理事に挨拶をした。そして今から疎開内で私服行動ができる。それはすごい。私は早速疎開すべてを封鎖し、必ず小ちゃん隊の首をつかみます。しかし先生、疎開警察はゴミケツです。使い物になりません。いいぞ、疎開は手伝う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小ちゃん隊を捕らえます。よし、すぐ人を連れて行け。さらに中国の警備隊に各道に配置し、必ず小ちゃん隊と孫守信らを阻止しろ。それと小ちゃん隊に会ったら抹殺しろ。はい、すぐに通知しろ。主要路をすべて封鎖しろ。はい。我省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老二没出来，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走，但愿二哥没事。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小心啊！
行，这才刚刚开始啊！老赵，怎么样？守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守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哥，外面情况怎么样？外边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那怎么办？老在滨海吧，我再出去看看。守枪队到底在哪儿呢？没到呢。快！在这儿呢。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
你们俩给我追！是。 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谢谢，不用客气。夏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就是，夏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那我们先走了。注意安全啊！再见，再见，再见，保重，注意安全啊，你们，再见。 说当初就应该让我去，让我去早都回来了。大哥，大哥，他们回来了。啊啊，回来了啊！哟，啊，哥，三哥，哎，二哥，大哥，大哥，哎，没事吧？没事。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好，回去休息。 哎，好嘞，好嘞，啊，坐，还顺利吧，二哥？顺利，倒口水。哎，バカ野郎！はい。北川、さっき失態をしたよ。私の失態です。君のせいではない。どうやら。 そこ以内で警察署の協力がないのであれば非常に厄介ということだ。私たちがそこより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そうだ、あの警察署の優柔心、今我らにとって利用価値はまだある。しかし賛成、優柔心は信用できません。中国人に信用できるのはいない。グーちゃん支援もそうだ。それにあの手下の方面支援。しかし奴らはまだ利用できる。 毒を持って毒を制する。これが戦略であり、変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い。ショウチャン隊は倒せ。ユジュシンは、ショウチャン隊内部におとりがいる。それゆえ今回はユジュシンに頭を下げる。 就这样，我们突破了封锁线。太危险了，但能冲出来，真的是好样的。哎，对了，是不是饿了？啊？嫂子刚逮只鸡，我就给你弄碗面。行了，去吧。哎，您先聊着呢。那件的事儿查出来了吗？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真希望不是他呀！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别动他。嗯。
真荣一直跟着咱们出生入死，好兄弟，我也不喜欢他。照片不错啊，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不会吧？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吧，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又图什么呢？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处长，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巡捕房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老于，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有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我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二哥，你找我。陈荣，这次行动是重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怎么会？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手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盯紧玉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是，那我先走了。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
缓兵之计。